天我的装扮就是不要跟名模抢风头，然后我身上的是 Coach 的服装。你来呢？我想我就走一个帅气中性的打扮，因为我知道今天会有非常多美艳的女艺人，然后所以就一个很简单的裤装，然后稍微小露中间小露性感，但是又不露胸部的衬衫打扮。哦，非常漂亮。那依萍呢？我今天这套是卡巴尼的服装，然后是宛若巨人。硬觉得说我很适合这一件，然后叫我穿。太棒了，今天我们很火了，我们请三位到这边拍拍照好不好？向左三步来到这边，先哦，先看看中间的相机，来这边。前面往左一点哦。好，这边这边。左手边，你的左手边。来走第二楼，左边二楼。照顾一下您的右手边的地上那几位。看看右手边的二楼，最后看看正中间，左边这边呢？好，这边好吗？这里三位，请立阳跟影婷向左向右一步，让宛若姐姐拍一下，谢谢。照顾一下左右两侧喽。接下来换莉亚走来啦。莉亚这边，照顾一下左手右边，请大家挥个手，那就转过去喽。来，莉亚左边这里，这边，这边，挥个手，叫一下他的名字。这边。遇见 ，coming into fashion， 不，跨世纪时尚，是你这里。雨萍左边下面，来中间下面，中间下面看一下，来右边，左边这边，来左边，来下面这里，谢谢雨萍，谢谢莉亚，谢谢宛若人，谢谢。